大家好，我叫朱迪，我是阿比，我在2022年9月27日中企鹅广播新闻中，第一个评分期将于10月14日结束，请务必在 Student View 中查看您的成绩，并与您的老师讨论缺少的作业。我们希望您以强劲的势头开始新的一年。星期一10月14日 SFUSD 承认土著人民节，不用返回学校，那也将是舰队周。提醒一下，手机一整天都要关着走，包括午餐，请查看手机政策。如果您有任何问题，请告知工作人员。考虑下个月参加女子足球赛吗？查看滨海田径网站，了解如何创建家庭校园账户并开启文书工作。如果你需要帮助，请联系 Jonas 女士、Spark 女士或欧女士。女子足球选拔赛于10月4日开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并且彼此友善。